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不是恐惧机，我是孔奕佳。一阵间恐惧机会在这个台上边同大家讲一啲嘢，佢讲嘅嘢可能你都会听过的，未听过，佢都未讲，你点知未听过呢？不过唔紧要，一阵间你就会听到啦。啊，你有冇听过 déjà vu 呢样嘢？即系有啲嘢好似发生咗，但系你又唔记得咗几时发生。就好似而家我企喺呢个台上边望住你哋，同你哋讲嘢，我就有个感觉，唔记得几耐之前我已经试过企喺呢个台上边望住你哋，同你哋讲嘢。啊，系几时咧？是几时呢？我真的忘记了。不过无所谓，你们不记得不要紧，最重要是一阵间集中精神听下恐惧机跟你们讲嘢。你哋今日嘅心情系咪好爆呢？我哋头先嗰首校歌《补习之迷恋》系咪好麦当娜呢？我呢身打扮系咪好潮好型呢？好啦，趁呢个机会，我要多谢一班一直以嚟支持我嘅朋友。首先，我呢套外套系 Comda 嘅 song 同埋李锦记号游 crossover 嘅杰作。我后面呢对翼就是建筑大师 Norman Foster 同我亲手钉上去的。至于我呢条裤就是 Bathing Ape 猿人同我度身订造，阿远同阿硬都有帮我试着过噶啦。至于我呢个发型就是 Helicopter 嘅 Kim 罗伯神同我做的。各位同学，如果大家想用多角度 bilingual 去重温我哋头先嗰首校歌《补习之迷恋》，可以即刻 click 去我哋嘅孔子教育网页，就系 www.holeson.com.hk， 免费无限 download。哇，系咪好爆呢？爆爆爆爆！哇，各位同学，你哋好啊！各位由 room A to room Z 嘅26间房嘅同学。你哋好嗎？ Happy 唔 happy 啊？雖然隔住視像型光幕，但係我一樣可以感受到大家對我熱切嘅期待，期待我孔 Sir 能夠帶領大家輕輕鬆鬆、開開心心咁攞 A。見到今日座無虛席，我真係好感動。我哋嘅永遠名譽校監、萬世師表孔子嘅説話，真係好有歷史前瞻性。他在3000年前就已经说了，学而思习之，不亦说乎。哇，真的很有意思，很有远见。原来我们的孔子在3000年前就已经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聚会。他说，学而思习之，不亦说乎。意思即是，你们不单止要上学，仲要时时补习，无时无刻都喺度补习，咁就会有说不出嘅快乐同埋舒服噶啦。所以如果净系翻学而唔补习，就系大逆不道。仲有孔子又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Have fans come from far direction, not just only happy. 你哋系我嘅忠实 fans， 远自天水围同埋昂平嘅同学都嚟到呢度听我授课，咁就证明你哋一定 not just only happy， but also very enjoy 啦。见到今日一大班年青人都咁恨攞高分，咁恨跟随我哋儒家教育，咁我就知道香港有希望啦。香港自从回归以嚟，已经进入咗 CIPA 高科技、高增值、高清新年代，所以而家我哋读书已经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慢慢读，而系要好快、好快、好快咁读。你哋今日能够喺呢度听到我孔 Sir 讲嘢，你哋真系行运啊！根据数据分析，以往读一科要考到合格就需要200粒钟，而家根据我孔 Sir 新发明嘅高清快速学习方法，唔使20分钟就搞掂，其余嘅时间大家可以用嚟应付香港呢个国际大都会嘅各式各样嘅活动，享受都市人应该享受嘅生活。今时今日在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无论是大学生、中学生或者小学生，每日都要面对很多的压力，很大的压力，考试的压力、升学的压力、就业的压力、打机的压力、交不到卡数的压力。所以今时今日要成为一个成功人士，我哋除咗读书之外，仲要令自己成为一个终身学习、两文三语、多元智能、通识中国香港人。所以我哋而家除咗喺书本上面吸收知识之外，我哋仲要积极咁参与好多好多嘅课外活动，学习生活，享受人生，贡献社会。首先我们就要学下弹琴、拉小提琴、拉二胡、吹口琴、跳芭蕾舞、跳土风舞、耍太极、打跆拳道和写下书法。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积极地服务社会，例如我们可以参加童子军、少年警讯、公益少年团、交通安全队，去賣旗、去捐血、去探訪老人院，元旦之後去執垃圾，參加七一遊行、慶回歸晚典，同埋搞 gay parade。 咁當然服務完社會之後，咁就攰㗎嘛，咁就要輕鬆一下啦。例如我哋可以唱下 K 啦、打下機、食下嘢、買下嘢、講下電話、去下旅行、上下網咁。咁但係轻松完之后，就是时候要吸收一下新的知识了。首先我们就要读多些书，例如《美女与野兽》、《傲慢与偏见》、《战争与和平》、《书剑恩仇录》、《圣经》、《佛经》和《相对论》。看完书之后就可以看看漫画了，例如《麦宫》、《死亡笔记》、《哆啦 A 梦》、《钢之炼金术士》、《Sin City》、《Spider-Man》、《古惑仔》和《龙虎门》。看完漫画之后就是时候可以看一些英文的杂志了。我来问问大家，市面上有什么英文杂志呢？很简单，《Milk Yes Tea Monday》。呢啲咪英文雜誌啦，仲有咩啊 ？Jack 啦 ，Jessica、L. Vogue、Brutus、Casa Brutus、Nono、Men's Nono、Men's Uno、Cosmo、Cosmo Girl、Cosmopolitan、Esquire、Playboy 同埋 Penthouse。咁睇完英文雜誌之後咧，就可以睇下啲中文嘅週刊啦，包括有一周、三周、八周、快周、東周、明周、福周等等等等，仲要睇埋電視，例如有啲咩電視咧嚇 ？TVB Now、TV Cable、TV Star、TV CC、TV M、TV BBC、NHK、ABC、HBO 同埋 Discovery。咁睇得電視，梗係要煲埋劇噶嘛嚇，日劇、韓劇就唔少得啦。當然最好梗係可以煲埋泰劇啦嚇。台劇、印劇、網劇、沙劇、喜劇、悲劇、粵劇、能劇和木劇。
咁啊，煲完劇之後咧，就可以睇下啲運動嘅節目啦，例如羽毛球、NBA、温布頓、英超聯、意甲、腳甲、西甲、指甲、歐洲杯、世青杯、世界杯同埋啤酒杯。咁啊，睇完運動節目之後咧，就係時候要吸收一下啲新嘅資訊科技啦，例如 CD、VCD、DVD、HDCD、Discman、MP3、iPod、iTunes、JPEG、PTF、HD、PowerPoint、Bluetooth、WiFi 同埋 3G 啊。但係我哋係人嚟噶嘛嚇，淨係吸收啲新嘅資訊科技就唔夠嘅。我哋仲要努力咁令到自己成为一个理想嘅偶像，即系做明星。例如谢霆锋、容祖儿、陈奕迅、史泰龙、余慕莲、千华、蔚蓝、侧田、Twins、Cream、Sola、I Love You Boys、森美、Rain、松田圣子、Smap、Elton John、Robbie Williams、Johnny Depp、Coldplay、史提芬、史不保、徐小凤同埋霍金。但是做得明星就要面对很多的压力，很大的压力嘛，所以就要打下机 relax 下啦。例如我们可以玩 PSP、PS2、NDS、Xbox、GameCube、Winning Eleven、Metal Gear 同埋 Final Fantasy， 一面打机一面仲可以上网玩 MSN、Blog、QQ、ICQ、Skype、iChat、Shortfilm、Vmail、BT Download、YouTube、零星下载、留言板、人气榜同埋讨论区等等等等。但是对得个 mon 多，对个身体都唔好噶嘛，咁所以就要出去行下 shopping mall， 例如 IFC 188太古广场、兆万信和 APM、 Festive Walk、 海运、利时同埋新城市广场等等。咁去得 shopping mall 就梗係要买嘢㗎嘛，例如买 action figure 就要买絕版、限量版、纪念版同埋复刻版，买嘢就要 credit card 㗎嘛， Visa、 Master 就唔少得啦，最好梗係多埋张 Diners 啦、 A 黑金钻石啦，同埋一张 Eon 信用卡，同埋一大堆嘅优惠卡、纪念卡同埋电话卡等等等等，碌碌碌碌碌爆晒啲卡，咁生活先至够多姿多彩㗎嘛，係咪？係啊，冇错，喺香港呢个国际大都会真的有數不完和講不完的活動和生活的，所以真的一天有240小時都不夠使的，是不是？但是不用怕，我孔 Sir 在這裡恭喜大家，你們找我孔 Sir 找對了。我孔 Sir 寫過會考雞精天書連 VCD， 更加連續999日在大坑區排頭村做過會考通識科的監考官，測試題、改卷、印卷、收卷一手包辦。我俾嘅 model answer 用字精准，命中率极高，一定唔会嘥你多余嘅记忆力嘅。会考揾我，你冇拣错。仲有我哋儒家教育更加帮大家铺好你哋未来嘅升学就业路线图。我哋儒家教育同本地八间大学同埋海外成千上万嘅大学都有联络过，帮大家直接联络星读大学，一条龙服务绝对不成问题的。还有我们儒家教育更加同世界各地的各大财团已经建立起一个很完善的网络。HSBC、 Sony、 Panasonic、 IBM、 Apple、 Yahoo、 联通、麦当劳和国泰的人事部一头都有上过你的网站。我哋儒家教育嘅毕业生好多喺未考完会考就已经俾各大未上市公司招揽做 CEO、CFO 同埋 CCO 嘅助理 assistant。我哋儒家教育同特区政府、各政党同埋中央政府嘅关系都系好好嘅，吓亲疏有别。咁我哋一定係親嗰面啦！我哋儒家教育係特區教育嘅先鋒，我哋率先全面配合特區教改，乜嘢一條龍啊、三改四啊、五加一啊、七十一啊、小班制啊、基準試啊、副學士、藝進展次、母語教育、拔尖計劃、直資津貼、申辦馬術、輸入外勞等等等等，我哋都全力支持嘅。
我们更加率先推出全新的精读课程，用三文五语教通识，包括用普通话、广东话、English、Arigato 和萨瓦迪卡。同学可以透过全无压力的娱乐互动形式，轻而易举就 4-4-A。 嗱，去年在我们瑜伽教育教导之下，在香港就出现了数以百计的 14-A 状元。哇，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我孔 Sir 讲话令到大家好爆好痕呢？是不是很想知道我孔 Sir 是怎样跟大家上堂的呢？好了，孔 Sir 在跟大家上堂之前，首先要跟大家 warm up 一下。嗱，我们瑜伽教育有句口号的，就是学瑜伽先练瑜伽。瑜伽和儒家在3000年前已经 cross over 了。孔子和释迦牟尼在3000年前见过一次面，一起念过瑜伽，练过瑜伽。所以除了 Hot Yoga 高温瑜伽之外，他们还一起 crossover 发明了 Hot Confusion Yoga 高温瑜伽 Hot Yoga， 即是大家要跟着我一面念瑜伽一面练瑜伽。好了，大家跟着我一起做。好了，大家跟着我一起做一起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及夫夫夫夫及及。哇，出了一身大汗，大家是不是觉得很舒服呢？好了好了，今堂正式开始，今堂就是浓缩精华通通识 version 10.0， 即是我教一堂等于你们在学校翻十堂，内容包括中英数 free camp by 中英 English liberal studies 和全球通通识等等等等，一站式教晒你们这么多科，包保你们落堂之后一定话头醒尾，见微知著。好了，闲话休提，我们先来第一科中文科。首先想跟大家讲一下中文卷一作文。嗱，好多同学在做卷一作文的时候呢，都经常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审题非常之不小心而被人扣分的。嗱，冇错，近年的题目的而且确是长了一些，所以如果同学是审题不小心的话呢，被人扣分的机会就会高很多了。但是同学只要记住，原来作文攞高分都是不难的，只要记住我孔 Sir 这个口号，就是审题要小心，作文可高分。好了，讲完中文科了，轮到经济科。嗱，經濟科近年比較 hit 嘅題目咧，就係 demand and supply。同學請喺隔離打粒大聲啊嚇，大大粒啊，知唔知啊嚇？嗱，同學要搞清楚乜嘢係 demand， 乜嘢係 supply， 知唔知啊嚇？嚇，唔知道。喂，你個腦我嚟做咩嚇？用下你個腦啦，快啲啦，快啲啦，冇時間嘅啦。嗱，好啦，同學記住我孔 Sir 呢個口號，就係、是、經濟講供求，攞 A 有計謀。好了，讲完经济科了，轮到数学科。根据数学科 paper 1历届的试题，步骤分是占主要的分数，而准确分只是占一至两分的。所以我建议各位同学在收到份卷的时候，无论份卷问你乜都好，先答晒啲运算方程式落去先。例如一加一等于二，二等于 mc square， 三三不尽，六六无穷，写晒啲运算方程式落去。如果唔肯定边条啱嘅咧，就写多几条落去。评卷员系唔可以扣你分嘅，知唔知啊吓？嗱，记住我孔 Sir 呢个口号，就系运算程式做到足，攞分直接冇甩碌。好了，讲完数学科了，轮到中史科了。中国有5000多年历史，
所以问题的而且确是特别多，特别博大精深。但是同学其实只要小心审题和留意问题的重点，那就 OK 了。答中史题的格式是怎样的呢？就是先写引言，再写内文，最后写结论。嗱，我嚟问问各位同学，引言系点写嘅咧？好简单嘅啫，引言就系将问题用另一个方式再写多一次。例如，成吉思汗系中国人，你就拎走个 question mark 变做 full stop， 成为成吉思汗系中国人，咁就 OK 噶啦。至于内文就系点写嘅咧？內文都很簡單嘅啫，就係將一大堆評卷員見到就會俾分你嘅四字詞寫曬落去，例如民不聊生、荒淫無道、朝政敗壞、富國強兵、精忠報國、賣國求榮、跨越九七、無忘六四、陳方安身等等等等，寫曬呢啲四字詞落去，然之後改翻個歷史人物名、朝代名，咁就 O K 噶啦，咁就包保你可以攞高分。嗱，記住我孔 Sir 呢句口號，就係中史八答四字詞，熟讀背中莫遲疑。好啦，講完中史科啦，又輪到可以講下英文科啦。首先想同大家講下 Paper One 作文。根據歷屆的試題 ，Paper One 作文是分為七種考試形式的，分別就是 Article、Diary、Letter、Proposal、Speech、Story 和 Report。而近年比較 hit 的題目咧，就是 Letter 書信呢一種。而書信亦都分為三種考試形式嘅，分別就是 Personal Letter、Letter to Editor 和 Complain Letter。而今年比較 hit 嘅咧，將會係 personal letter 同埋 letter to editor 呢兩種。嗱，各位同學，如果你係想揀 personal letter 寫嘅話咧，咁記住個語氣就要 casual 啲、warm 啲。例如，如果你要寫俾 Peter， 你可以試下咁樣寫。Dear sweet little Peter。How are you? How do you do? I miss you many, many times. It's been a long time not hearing from you. How's everything? Do you know, my dear? Everyone has a Brokeback Mountain inside. Do you have a Brokeback Mountain inside? No, 各位同學，雖然我哋而家係寫緊私人嘅信件，但係千祈唔好寫埋曬啲 Brokeback Mountain 呢啲咁私人嘅內容落去啊嚇！仲有要記住，我哋而家唔係寫緊 email， 我哋而家係寫緊書信，所以記住唔好寫埋曬啲咩價嘅啊、嗱攞啊、咧啊落去啊嚇，會扣好多分噶。啊，好啦。如果各位同學是揀 letter to editor 寫的話咧，咁記住個語氣就要 formal 啲啦。例如，如果你要寫俾 SCMP 嘅 editor， 你可以試下咁樣寫 ：Dear editor， I'm writing in response to your article. Wish you good editing. 又或者，如果你要寫俾肥佬禮嗰班 editors 嘅話咧，你嘅語氣記住就要咁樣樣啦嚇。Dear Fat Lai, me writing to feedback your yet born Billy. Many dog photo. Wow, wow. Out focus. Change lenses, please. Wish you sell more and feed more dog. Wow, wow. 嗱，同學要記住我孔 Sir 呢句口號啊嚇，就係、是、寫信記住要 spell check， 孔 Sir 先至讚你叻。好啦，講完 paper one 啦，又可以講下 paper four oral 咯。嗱 ，oral 嘅考試咧係分為兩個部分嘅，分別就係 part A role play 個人短講，同埋 part B group discussion 小組討論。嗱，好多同學喺做 discussion 嘅時候咧，都經常犯咗一個毛病，就係成日都以為只要發言次數越多，分數就會越高。嗱，咁諗真係錯噶啦嚇。
考試除了講數量之外，質素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你只是一味表達自己的立場而不解釋一下，考官是很難給分你的、哦、所以如果你只是一味地說 Well, I think so, I like very much, have a nice exam，咁考官係好難俾分你嘅、哦，記住要解釋多啲啊嚇！嗱，而家我就俾兩句句子大家參考一下。例如，你可以試下咁樣講 ：I agree with you because of， 後面加啲解釋啊。又或者你都可以試下咁樣講 ：As a matter of fact， you know from my heart and my soul that I cannot deny myself that I always truly agree with you because of。記得後面要加啲解釋啊嚇！嗱、啊，記住我孔 Sir 呢句口號啦，就係、是、oral 講質素，講嘢似鬼佬。好啦，輪到最後一科啦，通識科。乜嘢係 globalization 呢？即係指全球一體化，上網就揾到噶啦。今天各位同學大家的家課呢，就是回家瀏覽一大堆和 globalization 有關的網頁。記住我孔 Sir 這句口號，日日上網好過上學。好了，我孔 Sir 今天已經跟大家 go through 會考八科了。如果大家還有什麼疑問的話，可以上我們的 chat room check 下， check check 下答案很容易就會找得到的了。瑜伽教育特別快，又是時候講拜拜，今堂到此為止啦。唔使讀書都可以考到好成績，大家係咪覺得好爆好嗨呢？係咪覺得今堂已經令大家滿載而歸呢？各位同學，係咪覺得我孔 Sir 已經帶領大家去到另一個 level 呢？是的話，就即刻將我哋推薦俾你嘅親戚朋友，用 Leon 信用卡分十二期還款，而家報名仲可以享有二人價錢三人同行嘅優惠。孔子都有話啦，三人同行必有我師，而我孔 Sir 就係大家嘅名師啦。記住我孔 Sir 呢句口號，就係孔 Sir 教你考會考，科科 A 曬唔難搞。好啦，孔 Sir 走之前，要同大家唱多一次我哋瑜伽教育嘅校歌《補習之迷戀》俾大家聽，希望大家喜歡。不是真我。
Incoming chat request. Ribbit. Incoming mail.数我最近打俾你啊！Operator. Please hang up. This is a recording.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reach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or try your call again. This is a recording.各位网上的朋友大家好，我叫做孔飞礼，飞礼孔，是孔飞礼.com 的主持人，今天跟大家讲一下禮與非禮。禮是什麼？禮就是朝頭早起身出門口，見到人的時候就叫早晨，吃東西之前就大聲叫咁多位吃飯啦，哇好味呀、啊、小便的時候就不要飛象過河，收到禮物的時候就要講多謝，俾嘢人就要用兩隻手一齊俾，坐电梯的时候就要先让人入寨，自己先自入。地铁让位人人爱，排队搭的乐悠悠，巴士冷静不爆粗。朋友有喜事的时候就要恭喜人，有丧事的时候就要去行礼鞠躬。哇，你说这么多事做不是很大压力咯？是啊，有礼是会令自己增加多了很多做人的压力，这个就是人和禽兽的分别。禽兽是依照自己的本能想点就点，人就是根据礼来做人的，礼对人造成一种压力，所以才会出现爆粗这个现象。但是压力时时有，爆粗都要看时候，在不影响到其他人的情况之下就可以细细声地爆粗。但是在香港这个有这么多压力的地方，又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呢？现在香港人
普遍忘记咗礼嘅重要性。当众撩鼻哥，打喊路又唔用手揞住个口，翻工喺地铁个个又黑口黑面，小完便又唔洗手，两个人又平排咁搭行人自动电梯，阻住后面赶时间啲人，撞到人又唔 say sorry， 站入电梯又猛咁 close， 入门口又唔会顶住道门俾后面嗰个人入，揸车打晒灯挥晒手都冇车俾你 cut 线，睇紧戏上紧堂嘅时候又大声讲电话，总之就系失礼啦。礼其实好似人嘅衣服一样，有礼嘅人就好似着住一件 cutting 好好又干净嘅衣服，人人都会望多几眼。冇礼貌嘅人就好似着住件撞晒色兼且好耐冇洗嘅衫一样，人人避之则吉。大家同唔同意啊？其实礼应该系发自内心嘅，唔应该因为佢系你上司、老细或者系心仪嘅对象，你就对佢礼貌啲。嗰啲同你冇利益关系嘅人就非礼佢哋，因为喺礼貌面前人人平等。礼嘅相反当然就是非礼啦。香港人通常将非礼解释为一个男性未经过另一个女性同意之下，用手或者身体其他部位以触摸或者摩擦的形式在另一个女性的身体上面进行接触，这样做是很没礼貌的，所以叫做非礼。但是有很多人误会了，以为非礼是一个动词 verb， 一种行动，好似捉鱼，好似揸车，好似打机咁。非礼其实是形容词嚟噶，用嚟形容一啲唔合礼仪嘅人、事件或者死物。孔子讲过：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意思即系唔合乎礼仪嘅事情就唔好讲，唔好睇，唔好听，唔好喐。因为古文兴用四字词，所以原文非礼的事情勿言、勿视、勿听、勿动就散去咗的事情呢三个字，剩翻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举多个例子，咁大家会明白多啲。非人生活中嘅非人，唔系指空中飞人、非洲人或者系菲律宾人。非人是形容词，即是解不是人，用来形容有人过住啲不是人的生活。同样道理，所以非礼和非人一样都是形容词而不是动词。我哋不可以说警察啊，我啱啱被人非礼啊，这样是错的。首先我是男人，男人是不会被人非礼的。第二，这个世界是没有被人这种人种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警察哥哥啊，我不是女人，但是有一个人刚刚用一种侵犯女人的不礼貌行为侵犯我啊。非礼的错误用法除了在现实世界上很常见之外，在网上世界也都经常出现。前排在网上搞了一个我最想非礼的女艺人的投票，在文化上就是行不通的，应该改为我最想用非礼的行为侵犯的女艺人才对，因为我最想非礼的女艺人字面意思就是我最想念那位不守礼仪的女艺人。举个例，如果有个女艺人，她用错了一支食鸡包翅的汤羹来吃豆沙汤圆甜品，就是违反了餐桌礼仪了。而你又非常挂念着这位女艺人，那她就是你最想非礼的女艺人了。大家明白了吧？这个网上的选举反映了什么现象呢？
就是反映网上世界已经变成一个非礼的世界，而这个网上的非礼世界已经透过宽频地慢慢入侵我们这个真实世界。正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互联网性本恶。人开始的时候是善良的，但是用了互联网之后就会变得好恶好坏。所以很多人和人之间的应有交际礼仪在网上就已经散去了。例如写 email 已经不需要写上款下款和亲笔签名，亲手写的贺卡变成千篇一律的 e-卡，无啲心思。有些人任问都不问声，每日 send 几千封真 mail 出来，或者 send 成几 mail 的 file， 以打爆对方 mailbox 的容量为乐。玩 MSN 的时候，啲人话登入就登入，话嚟先就嚟先，拜拜都不讲，冇嚟搭讪，冇礼貌。有些人就明明 online 扮 offline， 仲有些人在 chat room 度，系男人又话自己是女人，结咗婚又话自己是处男，自己系直又话自己是挛 ，post 人哋啲靓相又话自己几靓几正，呃人呃自己。仲有 download 本身已经是不啱嘅啦，单单声咁难听，好多人只系一味非法下载下流。有啲人心地唔好，日日上四级网，搞到成部电脑都系毒。传播啲病毒 file 出嚟，喺讨论区入面充满文字暴力，叫人去死，日照收皮，唔会以礼相待嘅。网上粗口短片浏览次数超过200万次，好似唔睇过就会俾人排挤咁。用 Photoshop 执出嚟嗰啲明星裸照，明知假嘅都争住 forward。又有啲人在留言板度讲埋啲咸湿露骨嘢，道德败坏啊！玩 online game 就更加灭绝人性，当对方好似杀父仇人咁，系咁砌，充满血腥暴力。唉，由于网上世界冇人能够做到有效管治，所以深化咗呢个全球网上非礼世界一体化。同样，春秋时代嘅孔子见到社会秩序失控，提倡恢复西周嘅礼乐，重整当时社会秩序。我孔非礼作为孔子后人，以重整现实世界嘅秩序为己任。要重整现实世界嘅秩序，就先要重整网上世界嘅秩序。我要将21世纪网上世界嘅秩序回复到西周时期。孔子有云：克己复礼，意思就系网上嘅诱惑太多，而我哋欲望又系无穷无尽。要复辟网上世界嘅礼仪秩序，我哋一定要克制自己。嗰啲唔合乎礼仪嘅网上行为，绝对要严打。错 grandma 嘅信唔 send， 滥发嘅电邮唔收，色情嘅 file 唔开。講大話嘅人唔 at， 冇禮貌嘅人唔 check， 非法嘅 software 唔 load， 講粗口嘅短片唔 click， 裸露嘅照片唔 save， 惡毒嘅留言唔 post， 暴力嘅 online game 唔打，變態嘅網站唔上，非禮嘅網上選舉唔 vote， 四級嘅 topic 唔 search。仲有啊，孔子有云：欲速則不達。你要 click 一個 command 嘅時候，記得一下一下咁 click 啊，唔好当个 mouse 好似拍子机咁，系咁 click 啊，一啲都唔温柔。咁 click 法真系好易轻机噶。有啲人将个 cursor 喺个 screen 度系咁猛咁狂转圈，咁样就叫做乱而无道。正确嘅 cursor 使用方法应该系慢慢咁一下一下直上直落。西方有一句箴言 ：Gentlemen will walk but never run， 意思即系君子只行不会跑。一急就唔似君子啦，唔似君子就好冇礼貌噶嘛。孔子曰：公而有礼，网络之内皆兄弟。全球网友大家以礼相待，咁有礼嘅网上世界就指日可待啦。礼与非礼，做人真谛，恭恭敬敬，彬彬有礼，尊卑要分，长幼有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循规蹈矩，互让互惠，伦常关系，人情维系，出席婚礼记得送礼，出席丧礼鞠躬谢礼。
又要变真伪，春爱旅游妄想交际，外表纯情内心污秽，总要部位小心遮蔽，注意行为不要非礼，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谦谦君子以和为贵，克己复礼，天下人归。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顺手牵羊，浑水摸鱼，趁火打劫，斩草除根，成人之危，狼心狗肺，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谦谦君子以和为贵，克己复礼，天下人归。礼与非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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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礼。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食碗面，马时打，开饭啦，我煮咗九大鬼，咕噜肉，半生熟，蒸海胆，炒芥兰，黑衣鸡，焗海龟，鸡炖翅，炒云耳，文化糕，小笼包，冬凤螺，炖燕窝，咁多位，请埋位啦！开饭啦！仲上网，啲饭餸就快冻，政府话趁热日。一份肉，三份菜，少油盐，要走甜，八杯水，一千步，禽流感，人传人，慎防摸，活家禽咩？未肚饿，你食先，上紧网。打緊機，有隻 game， 瞓隻 pen， download 緊，唔使等。哎呀，撈世界，緊要快，出嚟威，識搶咪，慢吞吞，冇積分。哼，你賣氣飛呀、啊？排第咩啊？你估我唔想快，电脑残，行得慢，老爷机要 upgrade， 咁多事你好得闲啊？你赌波啦，理得我啊？
哎呀，唔该你静一静，嘈住我睇财经，赚快钱，炒孖展，买蓝筹，拣新楼啊！二号仔升高位，喂仔啊仔，你又系嘅玩电脑，嘈乜鬼？仲驳嘴，晒口水咧！人之初，米口多，牙斩斩，你死得惨啊！我的天啊，妈妈咪，边 Q 个咁大胆搞我部 PSP delete 晒啲分数咧？Jesus Christ， 收收声，我响度讲电话。喂 ，Dolina， 讲到边啊？我醒起讲 OT 喺公司要醒啲，知少少扮代表，周身喐扮忙碌。博大霧唔使做，翹埋手晨早走，有斷骨冇痛苦。哎呀，聽唔明啊！扮純情咩？跟老頂有得醒啊！你睇我撈得妥，你睇你啊，肥到死，70K 要減肥。要鬆弛，做水療，要美白，皮膚滑，皮膚乾，去采光，男靠財，女靠樣。喂 ，Dolina， pardon me， 要收線 ，my boyfriend send 咗個 MSN。Hi Lulu, how are you? Where to buy PDA? Oh, PDA 啊, go eBay 啦, price okay. Take away, not bad 喔, I know 啦, thank you, my Lulu.哎呀呀，激死我，射罚球中膝头，吹长鸡踢完场2-0，庄家赢，输鬼晒两三皮啊！嘿，曹山晒抵你死，眼光光，输青光，赢粒糖，输间厂，赢把遮，输架车啊！你食物正所谓有得到，精神好，时运高，搏翻铺，脚头好。赌足球诶、嫁错人头都晕，咁嘅人唔使恨，早知咁要再谂。有早知冇刻意，晨早知中三 T 啦，你好叻啊！食饱饭冇嘢讲，睇周刊 ，click 上网订水货，阿玛尼、华沙池、A P C、J P G、L V、Agnes B、Helmut Lang、Bay Fan A、星罗兰、Underground 咩？女啊女，教正你要提防，嫁错郎做女人，识睇人啊，笑骑骑放毒蛇，懒得得唔负责，嘴藐藐见识少。
矮，好多计，山得高，有野路，有空无，出离谱，有疤痕，揸 fit 人，颈链粗，染金毛，拣男友，扭揸手，嫁老公啊，要睇通啊！听唔明你讲乜，麻烦你写低佢 email 到我 address forward 去讨论区，等网友作讨论啊。细声啲，得唔得？我听紧 MP3， 吻下来，豁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如曾经不登对，这双眼像流泪。啲饭餸就快冻，等我拎去翻叮。哼，唔使预，我嗰份我唔食，够晒钟喺 chat room fans 打新相识，叫阿的邀请我去唱 K 啊 ，Mary Anna， 你有冇见过我 Bonanno 啊？唔见嘢唔使惊，上 Google 咁 search 乜嘢都揾得到，有 Google 冇粗鲁。哎呀，弊家伙轻咗机，唔识喐，呢次死我怀疑开咗个 WiFi 脑 virus 啊！死仔爆，成 Q 日玩电脑，净搞机，唔沟女，吹下水，想埋晒啲咸网，大只字 GAY， 你班 friend 都好 cam 喎，无端端直变乱，冇得掹，断背山啊！又出街唔似架书唔咪，出去威读书少俾人秒，又懒散挂住玩，睇住大睇住坏耶。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身于斯，长于斯，有其父，有其女啊！喂喂喂，两父女喺屋企嘈够未？嘈住我讲手机有压力，未解决，拍低佢放上网咧。话是话，死女包去唱 K， 几时翻啊？几时翻？我已经写咗响我个 blog， 咁多位自己睇，要揾我视像 call， send 短信 SMS， 我出街啦 ，see you bye。喂喂喂喂喂喂，啲饭餸已经冻，我叫咗十分钟，冇人理，死唔死？香港人
怎抵能乜嘢都扮忙碌，周身喐，两头腾，乜都赖，有压力，连晚饭都唔食，眼望 screen， 手猛 click， 用 hand free 讲 3G， in Hong Kong family， 数 BC， no IC， 数 noise， no IC， 数 funny， no IC， no IC， no IC。请勿靠近车门，请不要靠近车门。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s。下一站中环，乘客可以转乘东涌线或机场快线。下一站中环，乘客可以换乘东涌线或机场快线。Next station Central。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Tung Chung Line and Airport Express. 下一站彩虹，下一站彩虹。Next station 彩虹。请勿靠近车门，请不要靠近车门。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s. 请紧握扶手，请紧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下一站佐敦，下一站佐敦。Next station Jordan。下一站九龙湾。Next station 九龙湾。下一站金钟。后龙背。观塘。佐敦。Jordan。下一站九龙石。九龙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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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钟。观塘。观塘。佐敦。Next station 荔枝角尾。Interchange station OKCR East Rail。上环，呢个系港岛线嘅尾站，多谢乘搭地铁。上环，这是港岛线的终点站，谢谢乘搭地铁。上环 ，End of the Island Line. Thank you for traveling on the MTR. 请勿靠近车门，请不要靠近车门。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s. 请勿靠近车门，请不要靠近车门。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s. 请所有乘客落车，请所有乘客下车。Please exit from the train. 空枝乐天开心地，开心一日笑嘻嘻。万岁师表约定你，令你欢乐笑眯眯，陪住你每秒和你游快乐场地。放烟花，君子群天坦荡荡，笑人笑人唱戚戚，唱戚戚笑人坦荡荡，君子常伴你，每秒和你游快乐园地。孔子就是我，我就是孔子。因知错生半事，色不异言亲不语，人守孝而礼，斯文受乐言。如若你俾钱我这快乐园地，大家礼待你，亲切笑眯眯。君子君子坦荡荡，笑人笑人唱戚戚，唱戚戚笑人坦荡荡，君子常伴你，每秒和你游快乐园地。孔子就是我，我就是孔子。
君知君知坦荡荡，笑人笑人唱戚戚，唱戚戚笑人坦荡荡，君知常伴你，每秒和你又快乐原地。孔子就是我，我就是孔子。大家好，我是恐惧机，我扮孔子似唔似啊？我真系冇谂到今日我会有呢个机会喺呢个舞台上面同大家讲嘢。大家知唔知道我喺做 artist 之前系做过老师噶？是啊，我小的时候是想做老师的。我记得我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经常都跟我说，他说我们是姓孔的，要记住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讲的说话，要做万世师表。我爸爸没有机会读很多书，做不成万世师表，不过我就有这个机会。不知道为什么我小的时候经常都会发一个梦，在这个梦里面我经常都会见到有个穿着古装的老人家在跟我说话。至于这个老人家跟我说什么，我忘记了。不过我可以肯定这个老人家一定是我的老祖宗孔夫子。学生是这个世界的未来，而做老师可以影响到未来，所以你们说做老师几咁重要。孔子都讲过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真的很简单，但是就很伟大。我记得小个读中学的时候，曾经有一位教中文的老师，他姓陈，我们叫他做陈 Sir。 虽然他不是姓孔，但是他就承传了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理念。他很有心机，很有耐性地教我们每一个学生。他有一个习惯的，就是每年圣诞节他都会送一本书给每一位学生，而每一位学生收到的书都是不一样的。有一年圣诞节，陈 Sir 就送了一本弗洛伊德解释梦的书给我。他说因为见到我上堂成日瞌眼瞓，一定是发很多梦的了。是啊，我是一个很喜欢发梦的人，不过很多梦我都不记得了。我只是感觉到自己发过梦，或者在梦里面见过一些我从来都没见过的人。
其實我細個嗰陣時真係有發過一個夢嘅。喺呢個夢裏面嘅情景就好似依家咁樣樣，我喺個舞台上面同大家講嘢。後嚟我先至知道，原來我發嘅呢個夢唔係做老師嘅夢，而係明星夢。畢業之後，我去咗一間中學度教中文。我唔想用嗰啲應付考試嘅方法去教書。我希望我嘅學生對中文有興趣，有興趣睇唔同類型嘅書，歷史又好，哲學又好，文學又好。我希望培養佢哋對睇書嘅興趣。不過，我呢種教法唔係好受歡迎。好多家長向校長投訴，話我孔 Sir 呢種教法，啲學生係唔會考得好成績嘅。就連其他教中文嘅老師都話我搞爛事，而校長就要求我要依照以前教書嘅方法去教書。佢哋話考試成績先至係最重要。我好唔開心，一時又話唔要有考試壓力，一時又話考試成績先至最重要。後嚟有位同學，佢叫林小強，佢走埋嚟同我講，佢話：孔 Sir 啊，考試嘅壓力唔係嚟自考試噶。而是因為你考不好個試，你就找不到工作的了。還有啊，現在掃街都要有文憑啦，你考不好個試，你不用知做人了。哈，為什麼我這麼蠢的呢？為什麼我一直都想不到這一點的呢？究竟我做老師的應該是教個學生怎樣去做人啦，怎樣去生活啦，還是是怎樣去考好個試才對呢？我掙扎了很久，後來終於讓我找到個答案。有一年聖誕節，學校搞 party， 我就學以前陳 Sir 咁送書給學生。啲學生收到我份禮物之後，表面上是有啲笑容嘅，但是就不是很嗨那隻。後來有個跟我比較相熟的同學走過來跟我說，他說：欸，孔 Sir 啊，喂，書書聲不是挺好聽的，喂，我們是球迷來的，落波攬不老禮的，喂，還有你送給我本什麼林語堂生活的藝術，切，網上面都有得 download 啦。跟住又有另一位同學走埋嚟同我講，佢話：阿孔 Sir 啊，喂，我唔搞斷背山㗎喎，你做乜送本《基道山恩仇記》俾我啊？跟住又有另一位同學走埋嚟同我講，佢話：喂，阿孔 Sir 啊，喂，你唔使再送埋曬啲咩戰爭與和平俾我噶啦，我每晚打 online game 都打通宵啦。欸，你唔使再嘥錢送書俾我哋噶啦，依家唔興睇書噶啦。欸，不如咁樣啊，你將啲錢用嚟請我哋去唱 K 啊，唱 K。呢班學生真係夠坦白，好，就請你哋去唱 K。 入到 K 房，我先至知道原來 K 房先至係呢班學生嘅班房。要佢哋背出師表就難啦，但係嗰啲陳奕迅啊、容祖兒啊、Twins 啊、Wyman 啊、林夕嗰啲歌詞，佢哋就個個都識背。佢哋唱 K 嗰陣時嗰種投入，係我喺學校
从来都未见过的。张爱玲讲过一句说话，她说很多人第一次接触爱情是透过小说，而我这班小孩子第一次接触爱情就是透过唱 K。 我终于明白孔子说乐的重要性。那晚我和这班同学唱 K 唱天光，我从来都没试过和这班同学有这么近距离的接触的。我终于明白明星和歌手才是这班年轻人的老师，而要成为这班年轻人的万世师表，首先就要成为他们的万世巨星。于是乎第二天我就同校长辞职去报名参加新手歌唱比赛。虽然我拿不到冠军，但是就有一位白金经理人看中了我。他跟我说，他说孔 Sir 啊，喂，你好有 potential 啊，你这种阿 Sir look 呢就是 boy next door 那种啦，现在很少有的啦。还有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跟教育有关的产品都很需要广告代言人的，那我们这间娱乐公司呢就很有实力的，那很多媒体呢都是我们的，那帮你出下碟啊，落下广告啊，谷下谷下，你自自然然就会红的啦。于是乎就是这样，我就跟这位经理人签了20年合约。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我要成为万世巨星，不是，是万世师表。首先我就要牺牲我自己去做一些我从来都不喜欢做的事，被他们捧到上天，日日上头条杂志封面，又说自己跟哪个哪个男星女星搞很多绯闻，又说自己可能搞断背，又说自己搞私生恋，又说几时几时跟哪个哪个结婚，几时几时跟哪个哪个分手，逢亲有些什么电台访问啊，网上直播啊，去商场做 show 啊，回大陆登台啊，我全部都接来做。还有逢亲有哪个老细请吃饭啊，请吃宵夜啊，庆功宴啊，我通通出席。还有我家是不装窗帘的，任影不溜。于是乎就是这样，我的人气就节节上升。不过其实我的内心是很痛苦和空虚，但是我知道这个是一个考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现在终于可以成为万世巨星了，我终于可以用我的影响力去教化万民了，我终于可以实践孔夫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大道理。以前在学校实现不到的梦想，现在在这个舞台上面我终于可以实现了。多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来到这一刻我要送上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是由我自己亲自作曲填词和主唱的。这首歌叫唱 K 回忆录，希望大家喜欢。Once upon a time, do you remember?
I saw what you saw. You see what I am. 把歌谈心，天各一方，轻谈千春不野天，一切从音乐。Love.
我唱歌，我上传，你下载，你走过，我兴奋，你尖酸，我渴望，你收家，我拍掌，你笑夜，我偷拍，你折堕，我快乐，自怜自卑，自弹自唱，自大自夸，自己自我，时代再坏，时代再好，也只是唱一种悲歌。I see what
I want to see. You see what you want to be. 倒影照镜内，谁在批评过？给我知道，我要找的是想象中的我。我找到的是没有自我的笑我。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欲不得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之方生死。导演胡欣威。Thank you.